可是最近刚过生日，没有给他们用什么物或祝福。因为有金图啊，他可以过生日的生日。生日啊，嗯，都给你。哎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他生日。我觉得每天那你我有送礼物吗？跟丁面暧昧没有？可是我好像有说生日快乐，在粉专跟他讲。哦，那我在一个被圣诞节会过。圣诞节，我看你在帮。圣诞节我要工作了。旁白哥抱抱陪王少伟庆生，许兰芳当机，两人手合体受访，暧昧全都露。你怎么可以忘记？你怎么可以忘记？你怎么可以？你不要再打我了。都忘记了，要打去练武士打。是王少伟和许兰芳打出许多火花，绯闻断断续续传了两年。周刊日前爆两人复合了，来段温馨接送情，这摄影棚内暧昧有迹可循呐、啊。他接送很多人哎、欸，那他谁？哎，你们少在那边装了啦，自己去钓。从甜甜谢欣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还是每一个人都写的，好像一个煞有其事的样子。好朋友啦，还是好朋友。要不就是他回地球，不然我就到外太空。我们是不同频率的，或者是说约全家好了啊，他会出现在 Seven。哎，好，我说没关系，那我就跟你约 Seven。哎，他又出现在全家，更扯的就是说啊，不然好，反正两家都很近。哎，厉害了，这小姐出现在 OK。对，这种新闻就是一直播，很占媒体的空间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周杰伦，又不是什么亚洲天团，可以啊，天团可以啊。哦吼，接下来这一趴最好看了，此地无银三百两呐。少伟可是最近刚过生日，没有给他们用什么物或祝福，因为有金图啊，他可以过生日的生日。生日啊，哦，都给你。哎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他生日。我觉得每天那你我有送礼物吗？跟丁面暧昧没有？可是我好像有说生日快乐，在粉专跟他讲。哦，那我在一个被圣诞节会过。圣诞节，我看你在帮。有圣诞节我要工作了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做这样传下去会困扰。我觉得其实有点烦，我们不会啊。那等到真的是有什么进一步，或者是干嘛，再来说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根本现在八竿子也没有那一层关系，然后被弄得让人觉得很奇怪。少伟最近有没有关心甜甜的喜欢？我觉得他有变漂亮，是真的，因为他跟我在波波拍那个第二季的时候，他稍微有点胖，他现在整个状态都变得蛮好的。谈恋爱的状态。对，我在看现在这个趋势啊，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的不需要一定要什么在一起或干嘛，我觉得是相处快乐就好。养个宠物啊，我都觉得胜过就是大家最后撕破脸，然后在那边互告，我觉得很像神经病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希望你们流量有帮助。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成，是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郝静，我是郑文成，我是孙艺能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安，我是吴以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第一轮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你心思，用你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